这里就是交易市场啊，好热闹啊！走一走，看一看，哎，上好的新铁弓。此弓由一级星铁打造，弓弦是阴金魔兽风牛兽的骨筋鞣制而成，射程1000米，威力无穷。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啊！啊！ 这可是好东西啊！<笑>两位小兄弟果然好眼力，我家的弓是这片最好的。嗯，嗯，嗯，嘿嘿嘿，好像也不咋地啊。哎，小兄弟，你懂什么？星铁是打造弓箭的顶级材料，强度和韧性都是一等一的。 再看这风牛兽的主筋，弹力极佳，射程高达1000米。若是请上一位风系魔法师，镌刻上一道风系魔法阵，甚至能达到1500米射程。这把弓多少钱啊？仅售200银币，这也太贵了吧！嗯，买不起凑什么热闹，去去去，别影响我做生意。不是，你，哼，这弓身花里胡哨，还带着镂空设计。 高纯度的星铁可塑性却很差，根本打造不出这种形状。我看啊，这弓身里面的星铁含量应该不会超过3成。你小子不懂乱说什么！还有这弓弦，色泽灰褐，其中的纹路呈螺旋状。如果没有猜错，这弓弦并非风牛兽主筋，而是一阶铁牛兽的主筋鞣制而成，有效射程也不会超过500米。你。 走吧，这个小兄弟真厉害啊！带着学院徽章，莫非是西斯魔法学院的学生？难怪我之前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原来是铁牛兽的牛剑。几位兄弟，有话好好听。这坛主也太黑心了吧，敢骗我们？别，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哎呦，哎呦！ 10块银币了，小姑娘的东西认不着。10块钱买不到吃亏，10块钱买不来上当。上好的养生药剂，饭后吃一瓶，包治百病。拿起武器也更带劲儿了，一口气跑1万米，气也不喘了，脸也不红了，夜里更有劲儿了。果然，任何时代都不缺这种洗脑推销。咱们都走了半天了。 你到底要买什么？来来，我都不要看一看，让我刚去魔兽山脉采集回来的。哎，这西兰花怎么卖？2个银币一株。2银币一株，这可是传说中的西兰花呀！末法时代里，我只能从图册和标本上才能看到。居然这么便宜！这星辰沙呢？10个银币。10银币一粒星辰沙。 倒是不便宜啊！啊，小兄弟，你不是来捣乱的？敢卖10银币一粒，我早就被执法队赶出去了。我告诉你，你可别搞我啊！我可是正经做生意的，想钓我鱼，没门儿！10银币一斤，这太便宜了吧！
本 A 菜价呀，在磨坊时代，好断腿也找不到这种价格呀。叶璇，这些都是低阶抹药和材料，不值几个钱，你买这些做什么？哼，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老板，这些都给我包起来。好的，先生，您稍等啊。五株天魂草，三朵西兰花，二两千叶子，三斤星辰沙，外加一瓶血渊精，总共才花了103个银币，就差一颗血蓝胆了。哎，哎，找到了。小兄弟，想买点什么？嗯，老板，这血蓝胆多少钱啊？啊，这个50银币。嗯，老板你坑人吧？血木蛇只是一阶魔兽，智慧又低，只要方法得当，一天能杀死5头以上，20个银币最多了。这血蓝胆是我在魔兽山脉搜寻了好几天，冒死斩杀一条血木蛇才拿到。你嫌贵，我还嫌贵呢。那是你寻找的方法不对。拿着，我跟你说啊，血木蛇喜阴冷，好森寒，但每天需要晒至少1个时辰的太阳。只要找对地方，一天别说5条，就算10条8条也不在话下。哦，血木蛇喜阴好寒，我知道。每天晒一个时辰太阳，这习性你是从哪儿听来的？不仅如此，血木蛇白天晒完了太阳，夜里还要补充一次水分。洞穴距离水源地一般不会超过3里，你就按这个标准去找吧。真的？奇怪，叶璇怎么什么都懂？把血蓝胆送给我，我还可以告诉你更多。把血蓝胆送给我，我还可以告诉你更多。嗯，我也不是小气的人，要你说的都是真的，那我还赚。这血蓝胆你拿去吧。嗯，好，看你也是个老实人，我就再告诉你一个，刚才我跟你说的地方你别去了。嗯，为什么？因为还没等你见到血木蛇，就会被幽魂蟒缠上。幽魂蟒？我一个黑铁武士，要是遇上幽魂蟒，起码要躺个10天半个月。血木蛇每天要晒阳光是真的，但它的饮水间隔是3到5天，所以洞穴一般距离水源地10里左右，如果附近有艾草的话就更稳了，那是血木蛇最喜欢的味道。啊，我想起来了。哎呀，小兄弟你真是神了，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的。我抓这条血木蛇的时候，旁边就有不少艾草。哼，小兄弟，我叫石城，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这摊位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拿。嗯，谢谢，我有这血蓝胆就够了，想报答我的话，等你多抓几条血木蛇再说吧。哼，石大哥，你身患暗疾，精气亏损，想必困在黑铁武士不少年头了吧。你怎么？我教你个办法，每天取多罗叶、纸心草、月牙石各一份，文火熬制3小时，然后加入洗澡水中浸泡身体半个时辰，10天后再尝试冲击下青铜境界吧。哎，5年前我在一次冒险中被魔兽打伤了腰，现在每到阴雨天都还隐隐作痛，他是怎么知道的？这小兄弟真是不简单。哎，现在所需要的材料都到手，等我炼制出魔力药剂，把魔力提升到一个新的档次后，就可以进行接下来的计划了。哇，这里就是黑石城的魔法工会，诞生了无数伟大魔法师的地方，果真气派，真是让人怀念呐。欢迎来到黑石城魔法工会，您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那个，能给我安排一个魔药配置室吗？啊，魔药配置室？好的，这位先生，请先登记你的信息。魔药配置室1个时辰50个银币，请先缴纳1个时辰的费用，我带你过去。这么贵？嗯。配置完魔力药剂之后，
我就真的成穷光蛋了。好的，先生，您这边请。小小年纪就开始进行魔药配置了，即使在工会里也是难得的奇才，想必又是哪家贵族的公子吧。到了，先生，这里就是魔药配置室了。哦，嗯，没什么事，不要来打扰我。好的，先生。那就开始吧。仙鹤草去皮，血渊金魔砂，魔焰花彩蕊。成了，纯度很好嘛，果然还是以前的魔药材料更加精纯。现在时间还早，干脆在这里试试药效吧。这药效，这药效还真是够劲儿的。左哥什么时候有空来这里了？是安娜呀，给我准备一间魔法配置室，等我配置结束，晚上一起去午夜酒吧喝一杯。讨厌，这里可是魔法公会，被管事看到了可不好。怕什么？我最近得到了一个一品魔药的配方。等配置成功，就能成为一品魔药师，到时候我罩你了。真的？那人谁啊？蛮嚣张的样子。你要是能成为一阶魔药师，你也可以嚣张。你左哥好歹也是黑色玫瑰魔法商店的一阶魔法师，还能骗你不成？啊，我的宝贝儿，等配置结束，晚上去我家健身运动怎么样？讨厌，那也要等你配置成功，成为一品魔药师了再说。我可得好好考虑考虑。好，先给我准备一个配置室吧。好。太不巧了，左哥，咱们工会的基础配置室已经全满了。要不你先等等。那怎么行啊？我现在正思绪勃发呢，要是影响了过会儿的魔药配置，赔得起吗？这个……对了，刚才路易斯带了个小屁孩去了八号炼制室，对方只付了一个时辰的钱，差不多也到时间了，不如就去那个配置室吧。那小屁孩能懂什么配置药剂？估计是来玩的。安娜，这不合规矩吧？什么合不合规矩？难道你还真以为那小屁孩是魔药师不成？哼，给他机会认识左哥是他的福气。别废话，现在就带我过去吧。好的，左哥，我这就带您去。
没想到一次竟洗出如此多的污秽。这个时代的药材药性果然很充足，一瓶魔力药剂就洗毛伐髓成功了。哎哎，现在我的肉身强度堪比一名二阶的青铜武士。嘿，哈哈，现在我体内凝聚了大量的魔法元素，接下来只要通过一些锻炼将魔法元素激活出来融入魔元之中，就能直接突破终极魔法学徒境界。我看看是哪一个小屁孩敢占用我的配置魔药时间。哼，左慈法师，这样不符合规矩，他的配置是还没到时间呢。嗯，哼，小子，我乃黑色玫瑰魔法商店的一阶魔法师左慈，今天正好是本大师冲击一品魔药师的日子，这两枚金币算是对你的补偿。现在你可以走了。小子，你找死！一阶初级魔法破车术，怎么回事？这么大动静，发生什么事了？这是谁在里面打架吗？谁竟敢在魔法公会动手？古虚管事，竟然是魔法公会古虚大人。古虚大人可是三阶高级的魔法师，这下又好看了。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古虚大人，是这两人为了争夺基础配置室引发了冲突。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竟敢在我魔法公会动手！我魔法公会向来开放，但绝不容许任何人在这里逞凶斗狠。你们两个从今天起被列入我魔法公会黑名单了，滚出去吧。古大人，这其实只是一点误会，我刚刚是出去。还有你，哼，这就是你们魔法公会处置事情的方式吗？不分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好大的威风。好大的威风。黑石城的魔法公会若是这个德行的话，今后不来也罢。嗯，小子，你在我魔法公会闹事，还敢污蔑我魔法公会，真以为我不敢动你吗？哼，什么情况？好可怕的气势，这小子身体里藏着什么？哼，古虚大人，我付了钱安心的在这基础配置室炼药，这位大师不守规矩踹门而入，这也算我闹事吗？安娜，他说的是真的吗？究竟是怎么回事？大人，不是这样的，他血口喷人。是不是血口喷人，在场的每个人都清楚。之前的确是安娜带着左慈法师闯入这个年轻人的配置室，要霸占此人的配置室。一名魔法师在配置魔药的过程中被打扰，这可是很严重的干扰和事故呀。只是配置失败倒也罢了，
一不小心遭到魔法反噬，那就麻烦了，甚至会因此成为废人。这要是不处理，以后谁还敢来魔法工会配置魔药？安娜，你好大的胆子，还不给我道歉？道歉就不必了，不过我要奉劝你们魔法工会，服务生虽然不算什么，但是不要什么垃圾都拉进来，不然别人还以为魔法工会是垃圾场呢。可恶啊！来人，将这个废物扔出去。还有安娜，从现在起你不是我魔法工会的人。不要啊，大人！现在都给我出去！求求你原谅我一次，不要啊！看来魔法工会是要好好整顿一番。哎。路易斯，路易斯，古须大人，路易斯，刚才那个年轻人是你登记的吧？是的，登记记录的，快拿来。好的，这个。他刚刚有留下联系方式吗？这个。哎，好了，没有就算了。无需大人，难道配置室的仪器被弄坏了？这小子待过的八号配置室里，留下了一些残留的药液，很有可能是某种上古的顶级魔药剂。什么？算了，我和你说这些干什么？下次你再见到这个少年，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我。是。小样，看我还治不了你。啊，舒服。会长，您看看这个。古旭啊，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咱们身为魔法师一定要稳重，不管是修炼魔法、配置魔药还是日常，像你这么莽撞，以后如何能够成为一名大魔法师？啊，对了，找我什么事啊？是这个，您看看这个药剂。你又研发了什么新的药剂吗？这药剂有点意思。这妖精哪来的？会长，你放下我再说。快看，是工会的欧阳会长。会长，这边。高明。高明啊，天魂草、魔焰花、千叶子、西兰花、星辰沙、血渊精，这六种材料结合竟然能炼制出这等逆天的药剂。此药剂应该是专门用来改善武者身体强度的，有脱胎换骨的功效。如果能够量产，任何一个武者从二阶青铜武士突破到三阶白银武士的几率至少能提高一半。大师，大师啊。不过这里面应该还有一种材料。究竟是什么材料？为什么一点痕迹都没有？这小子真是个天才，竟然能让会长如此抓狂，得赶快查出他的身份才行。
种感觉太棒了。我能明显感觉到大量的魔力在我的身体里流转，嘿嘿，跑个步都能增加魔力，这世上估计就我一个了。老大让我们在这儿盯着这小子，等得我腿都软了，总算回来了。这家伙今天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这口气，别说林老大忍不下，连我都忍不了。哼，回头给他点颜色瞧瞧。走，回去复命。嗯，叶璇，你跑哪儿去了？一去就是大半天。嗯，不对，你身上怎么有股怪怪的味道？不会是掉坑里了吧？哎，最近一直神秘兮兮的。哎呦！陈南，你干嘛呀？靠！叶璇，你也太狠了吧！我只是想试探一下你的实力，用得着这么狠吗？谁让你偷偷摸摸的？对了，你刚才那是武技。被你看出来了，我陈南乃是西斯魔法学院的第一天才，我的目标可不是简单的成为一名魔法师，而是魔武双修，成为一名顶级的魔剑士，闯荡大陆，骑最烈的马，拿最锋利的剑，喝最好的酒，睡最美的这个就算了。你什么时候成西斯魔法学院第一天才了？刚刚自封的。把你修炼的斗气功法给我看一下。哎，你怎么突然想看我陈家的斗气功法了？以前给你你都不要的。嗯，这是我陈家的祖传斗气诀傲视精神诀，最高能修炼到五阶白金斗气，概不外传。什么破斗气诀啊！哎，送我都不要。你，我是帮你看看有没有错漏。按我修改后的功法修炼，夜前定能修炼出二阶的青铜斗气来。啥？叶璇，你该不会是嫉妒我的惊世天赋，想用虚假功法来陷害我吧？切，信不信由你。切，我试试，看我怎么打假。斗气，这是一阶黑铁斗气。我终于凝练出一阶黑铁斗气了。啊，该不会是？我是个武道天才。对了，云老师喊你过去，你去了吗？他之前来宿舍找过你几次，小心母暴龙吃了你。说谁是暴龙呢？云老师，我和叶璇在讨论魔兽山脉中哪一个魔兽最强大，您老就过来了。哼，叶璇，让你下课后来找我，你死哪儿去了？走，跟我来一趟。云老师，云老师，你可不可以轻一点？我被你握得好痛啊！看什么看？都给我滚回去修炼！你先去宿舍区门口等着，我马上过来。
云老师，云老师，什么？错，哎呀，谁是暴龙？云老师，好兄弟，哎呦，你自求多福了。谢玄，等你很久。怎么是云老师？怎么是云老师？你们几个的宿舍不是在贵族区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云老师，我们几个是来散步的。是啊，这风景这么好，云老师你看，清风吹叶，明月皎洁，真是美啊。拿着木棍欣赏风景，但我是白痴吗？你们几个有一个算一个，现在给我去禁闭室关一夜禁闭。云老师，给我过去。是，我们现在就去。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几个在这里了？哼，小小年纪心机倒挺深，不过得罪的人也不少。我也不想招惹几个小屁孩。走吧。云老师要带我去哪儿啊？老师，我把叶璇带过来了。进来。哎呀，什么味道啊？这是狂暴药剂，这味道有些不对劲啊。果然是狂暴药剂，好像配置失败了，难怪味道有些不对。院长正在配置魔药剂，别说话。我要是你，就绝不会在反应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加入沐雨灵，否则必然爆炸。李斯伐木院长是五阶的魔道士，同时也是四阶的高级魔药师，在魔药学上的早已登峰造极，怎么会出现爆炸这种失误？老师，哎，说，你为什么知道会爆炸？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你想知道？抱歉，是我太激动了。现在可以说了吧？其实原因很简单，狂暴药剂的主材料共有四种：千千结、三生晶、狂魔血液、沐雨灵。千千结的主要作用是保护魔渊不受狂暴力量的伤害，而三生晶和狂魔血液是狂暴药剂的核心材料，两者冲突性极强，但在有千千结的情况下，能中和两者力量，保持平衡。至于沐雨灵，主要用来融合三生晶和狂魔血液，但是沐雨灵的属性很不稳定，且蕴含一种碱类物质，你在反应如此激烈的时候加入沐雨灵，破坏了沐雨灵的结构，产生出了碱类物质，而这种物质却能破坏千千结的药性，使其对三生晶和狂魔血液的平衡作用下降，不爆炸才怪啊。更何况你之前的配置手法也有问题，也是爆炸的原因之一。原来是这样。我说呢，我的配置一点失误都没有，怎么可能失败？还以为是欧阳城那个老东西卖假药给我。原来是沐浴灵中碱类物质破坏了千千结的稳定性。敖雪，还不赶快给我介绍一下这位大师。老师，这位是之前配置出完美级别火元素基本液的初级学员叶璇，是您让我把他带来的。
他就是叶璇，果然一表人才啊。哦，哎，来，大师，您喝杯水。那个，您刚才说我的配置手法有问题，不知道。你的手法的确有问题。嘿嘿，大师，您慢走。师父，叶璇已经走了。毛雪啊，你是不是想知道我为何会对叶璇如此恭敬？
Thank you.